是我跟你说，有些东西你一开始不能那么急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能太急。如果说你宣传，妈的到处宣传，到时候别人各种方面的人都会有来搞你的，你不懂这些。咱们自家兄弟，到时候先买嘛。买完之后，如果你们对吧，给我什么反馈啊，好的意见啊，到时候我再去修改一下，然后再我们再往大了做嘛。妈的，现在他妈一条都卖不出，没卖出去，你们帮想这么远没什么用的，哥们儿。这东西要脚踏实地的，不能想太远的，好高骛远的话，很容易把自己亏得很难受的。申请群里没管理吗？管理干什么鸡巴吃的？谁要管理？给他一个，谁房管要管理的，给他一个。他妈的，这干什么？这 QQ 群还要我来同意？我说实话，自己平常还是要多注意一下。如果戴这个项链的话，这个项链确实有一点小锋利的。你们到时候自己到时候摸一下就知道了。等我们谈完定价先嘛，又不是只是做项链的成本，别的都要成本的，但是不会很贵，我这么跟你们说，也就100上下的样子，不会很贵，最多就这个价格了。也是我原卡特玩家一个小梦吧，因为确实卡特的周边也太少了，什么项链啊、手链基本上没人卖的。带钥匙到时候慢慢说嘛，先不着急。女怪还是很烦啊。哎，邓紫棋唱的这个真好听啊！你不过去啊，哥们儿！凯旋，谁救了我的狗命？是谁？活该你失分啊，兄弟！差不多吧，直接找我买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签了，我要跟那个商家签，就是那个厂家要签一个协议。只能在我这买这个项链，不能在别人那买，他也不能私自去卖，知道吧？我怕出事，这东西。我弟特真的很谨慎了，那个东西我，就是这个项链的细节，我跟他再协商、再协调什么的。我们从6月20号协商到8月4号，昨天我才收到货，协商一个多月，改了很多次了。主要确实也不能糊弄大伙啊，弄个东西，妈那吃相太难看了。简单说就是吧，再做肯定要做得好一点。到时候我会弄一个什么微信公众号那种专门预定的、预购的那种意思啊，
你们有要买的就交个对吧，就交米，交米之后等主播发货。不是你没理解我意思，我就是做预购的呀，你们订多少我就发多少呀，我不会你订完之后他那边做完之后再发，而不是我直接拿手上拿很多条这样去卖，这样肯定很傻逼啊，谁现在还这样做生意啊。挡一下，挡一下！我昨晚真是的。我还反正这东西得多研究一下吧，先打游戏再说吧。你妈急什么，我都没你们急，你们比我都急啊。确实好看是好看，不要太急，我自己都没带上呢，哥们我自己都没得带了，现在我就收到一个吊坠而已，我都没带上身呢，我操，差点出事了，下次不要动我的。不是你队友呢，你没队友你这样装。你是真嫩啊哥们，他多少蓝，160。是我不玩了，这打野也太他妈菜了呀，你可赶紧点他，然后我直接收分了。不是这瞎子有点恶心啊，确实他妈的这空住了还 Q 空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波我居然还能双杀的，还没死呢。不用玩了，你俩可以挂机了，下次抓都没得抓了，一个水银鞋他们俩怎么抓我呢。说实话这个装备确实还可以，目前我感觉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可能对于你对线的一些细节比较讲究一点吧，其实都还好，我感觉操作也没有那么难吧，只是说比 AP 卡都要那么难那么一丢。就这么死了哥们，Q 啊完了啊，不该 Q 上去的，我的好吗，我的没人 Q 了，代币缺失，饼干也不吃。啊！但是我给沙子送个大头啊，他们不会他妈的
伏笔了吧。我刚才应该硬瞎在前面被他踢出塔的，不该移他后面去，主要两个匕首没捡到一起。投了不带回来的，六玩具啊。但说实话，这个伏笔的话可能就是拿到了心态的，别炸呀哥们。这个人都没用了，也没什么用，到时候我还是出个深渊面具，出个深渊面具，出个反甲也够用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海妖杀手，懂不懂啊？还拼我装备？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快快快！应该拆得完吧，我这个速平 A 的话工作很快呀、啊、那个小海妖在叠哦，那个小的什么小的什么轨道、啊、直接把下的一死了，第三下一不死也没事，一 A 也死了应该。想一下吧，第三件卡莎，那我攻普攻吧，那就蓝盾吧，你买得起，反正他们 AP 没什么用了，先做护甲吧。那天昨天去滑雪摔倒的时候突然想出来了一套装备，呵呵，先不吃了，下。假的！你怎么能是个假的呢？
带着主宰拿钱呢。啊，两层征服者过去。怎么跑呀、啊、下次。阿里嘎多。